原标题图说军服如何通过肩章识别解放军军衔等级。解放军的军衔共分五等十九级，上将为最高军衔，图案为金色枝叶加三颗金星，上将、中将、少将星数依次递减，分别是三星、二星、一星。校官肩章图案为两条竖杠加代表等级的不同数目的金星，两杠四星为大校，两杠三星为上校，两杠二星为中校，两杠一星为少校。尉官肩章图案由一杠外加不同数目的金星构成，一杠贯穿金星图案，一杠三星为上尉，一杠二星是中尉，一杠一星是少尉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